进入内地是否水土不服？为什么在内地不用地铁加物业这样的方式来发展？我哋当年咧去做嗰阵时咧，坦白讲系过分乐观咗。铁路联通，港铁如何助力高铁外交？而家个世界系平噶啦，你应该系就闯一番天下。我们会怎么样去平衡风险？要向我哋股东负责，所以有啲嘢我哋唔敢做。增速放缓，香港如何弯道超车？如果土地的问题还是不解决，科技型的这种企业还是没有办法在香港落地。步步为营，一个唔觉意就有人即系入到个位。问答神州专访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主席马时亨。根据港铁公布的财报显示，2016年集团总收入为452亿港元，比起上一年度虽然有所上涨，然而其全年的盈利却同比下跌了21%。相比之下，由于优化营运成本及乘客量的上升等因素，港铁内地及海外的联营公司税后利润同比上升127%，表现突出。自2009年以来，港铁陆续上马了西港岛线、广深港高铁、南港岛线东段、观塘沿线及沙中线5项大型的铁路发展项目，然而工期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延误。对于这种情况，马时亨坦言，五大工程的同时开工使得港铁患上了消化不良症。面对逐渐饱和的香港市场，港铁今后将会更加的积极地拓宽内地及海外的业务发展。2016年我们的总收入是上升的，但是我们的盈利却下跌了，这个下跌的部分是表现在哪里？为什么？那么2017年我们的表现怎么样？2017的表现我不可以透露啦，因为我们是上市公司。其实呢，我们那个利润呢有很多程度上呢是受到那个物业那个利润。物业的利润呢是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些商场啊、广告啊、这个收租，即是写字楼收租之外呢，我们还有所谓发展物业那一橛的数的。例如乜嘢呢？譬如有啲地，我哋係攞出嚟去同發展商一齊合作。佢啱啱嗰年起好咗啦，起好咗啦。咁佢要分紅俾我哋嘅，我哋可以分到利潤。譬如2017年上半年呢，其實我哋嘅利潤唔差嘅，因為其中有一部分嘅利潤呢係喺我哋深圳一個地產項目度入咗數。咁譬如好似舊年我哋就冇呢個利潤。咁如果冇嗰年可能會少啲。我哋普通嘅即係營運方面呢其實都幾平穩嘅。所以呢我哋呢而家都係個方向呢，除咗喺香港我哋一定要即係同政府合作，即係開多啲線。我哋而家呢我哋已經係去到18區嘅。在過去兩年呢，我們開了3條新的線，即是西港島線、觀塘線、南港島線。現在來講呢，我們在230公里的鐵路網絡，今天230公里，加上我們明年的高鐵就多26，即是大約260。而呢一個沙中線全部完成咗咧，又加多2幾，咁就完成啦。香港確實已經是地很小了。您剛提到我們的線基本上也都快是密布了。作為我們的未來發展，進入海外是必然的，不然我們的發展空間可能變小了。係，你講得好啱。我哋仲喺度睇緊啲新線嘅。政府喺2014年曾經係提出咗7條線。我哋政府咧出年會做2條線嘅諮詢，但系咧喺香港起一條鐵路係好長時間，講緊係9年10年，成本好高嘅。我哋而家去外國營運嗰啲咧，就係好多都係現成嘅啦，人哋交俾我哋做，但係利潤就唔高噶啦，即係所謂一分票價啫嘛。因為我哋係賺嗰個營運嘅少少嘅費用嘅啫。所以賺錢不多，但是我覺得作為香港一間即係特別是特區政府擁有的公司，75%擁有的公司咧，走出係應該的。包括最近我哋喺倫敦，我哋都打算去做一啲物業嘅嘢。我哋而家係積極喺內地同埋海外發展。
咁喺呢一方面咧，希望將來咧嗰個利潤嘅貢獻咧係越嚟越高。由于运营及维修成本高，马世亨坦承，即使在几近完善的香港铁路项目中，港铁的边际利润也只有20%左右。相比之下，港铁盈利的最大工程还是物业项目。然而，在进入内地以后，港铁主要负责的还是铁路项目的营运。虽然在杭州及北京地铁部分项目中，港铁采用了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合作模式，然而港铁模式得以持续盈利的核心轨道加物业，却由于内地土地政策等原因仍然难以铺开发展。比如说内地好了，北京、杭州、深圳我们都有，在杭州线我们过去都是亏损的，原因是什么？杭州呢，我们当年呢去做的时候呢，坦白讲是过分乐观了，在哪方面乐观了？乘客的数量我们乐观了，但是呢现在呢就自从去年这个 G20 之后呢、就呢令到呢杭州发展得很好。现在我们杭州第一号线呢已经去到成70万个乘客一天，咁呢個咧開始咧已經係去到咧，即係可以將嗰個業績打平啦。咁啊，我哋有信心咧，啊就將來咧會係有利潤嘅嚇。所以我哋杭州最近亦都中咗第五號線，所以咧我哋喺內地而家最主要兩個地方就係杭州同埋北京啦。那麼北京的項目呢？都北京是有錢賺嘅。四条都即系有钱赚嘅，四条都有钱赚。四条都有钱赚。那么深圳的这一条呢，也是深圳是亏本。深圳呢，就我哋嗰阵时好多年前作出一个决定，就系喺龙华嗰度攞咗块地就起物业，咁嗰个物业系赚咗钱，但系个铁路嘅营运系蚀本，因为政府票价六年我哋未加过一个线。但是政府票价如果低的话，它不会补贴的吗？它在那个情况是没有补贴，所以我们是就是那个是比较困难一点。就运营商，我们在内地有对于票价有话语权吗？这个我们跟政府有些协议的，那就不是说你随便喜欢加价就加价的、啊、那呢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听呢，就是港铁今日在內地加國外的營運的利潤只是佔我們整間公司 5% 而已，不多 的。但是我可以預見就是將來呢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呢應該是有增長的，但 就是未必，你記住呢就做鐵路呢其實那個所謂利潤不是賺得多的，就是服務市民最重要。我们的整个的利润架构来说，如果说是票价，以港铁在香港来说，它的票价如果是一年是170亿的话，我们的利润率只有20%，但是我们的物业收入是100亿，利润率有80%，这么高的这个差距，内地其实很想要进行的是铁道加物业这样的模式，但也有人觉得说很多地方是不同的，包括土地的取得方式，包括票价是在内地是很低的。我们现在在内地的运营模式有没有可能水土不服？我们第一个在北京的项目呢就是 PPP， 当时现在讲回是差不多10-20年前、这个 PPP 项目呢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呢当时因为各种的原因呢就都没有这个刚才我们讲过所谓这个物业加铁路的模式的，仲未冇嘅，一路都是做营运，即系净系铁路嘅啫。为什么我们在内地不用地铁加物业这样的方式来发展？我哋咧喺内地咧，当然我哋要睇内地嗰个情况啦吓，亦都系由即系当地政府好多嘢主导嘅啊，就即系包括嗰个票价各方面。香港我哋有譬如好似票价调整机制啊嗰啲，咁佢内地冇嘅啊，我哋都喺呢一方面有阵时遇到啲困难的。但系咧就呢、這个物业加铁路呢个模式咧，我哋当年咧系冇，因为可能未熟习个环境啊，我哋都冇即系介绍呢个模式入去。
但是呢在去年呢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呢簽了一個MOU， 就希望呢就是做多些物業方面發展，包括呢做一件事是以前未做過的，就是希望將我們即係個佢哋嘅車廠啊，就係將佢搬而發展嗰個車廠嘅上蓋做物業。咁呢個咧工程好巨大，但係咧而家嚟講咧，即係十幾年前，差唔多而家講嘅二十年前，我哋起機鐵嗰段即係迪士尼啊嗰橛咧，係冇嗰個發展嘅潛力㗎。二十年後就有啦。咁我哋咪要將佢搬咯。咁搬咗之後，喺嗰個上蓋嗰度，即係起物業係將來肯定係個潛力好大。呢一個模式我哋都想喺北京做，但係咧就應該咧，我覺得我哋喺內地或者海外發展，即係營運咧，坦白講咧，就肯定唔會好似香港咁，因為我哋香港嗰個基礎好耐啦，即係而家你見到嘅物業其實係幾十年前做落噶嘛。咁嗰啲租金就幾十年前咧，佢升咗好多，所以咧就同今日喺內地或者海外發展係有分別嘅。而家個世界係平噶啦，你應該係就做闖一番天下。我們會怎麼樣去平衡風險？要向我哋股東負責，所以有啲嘢我哋唔敢做。如果说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下一盘大棋，那么高铁则是在盘上落下全球化的关键棋子。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始于2013年的高铁外交，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国刮起了一阵旋风。2016年初，中国提出建设横跨亚欧大陆的高速铁路网蓝图，希望以高铁助力加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成经济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背景之下，钢铁也曾经多次地表示，希望能够借助自身的经验，帮助中国内地在高铁外交的过程中推广更为优质有效的铁路服务。然而在积极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马世亨也强调，港铁模式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完善的法律体制。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在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仍需要遵循审慎商业原则。对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当中呢，或者是我们走进非洲来说，很多的基建项目当地是很需要的，甚至也是希望你来建了铁路建了地铁以后能够帮忙运营。其实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是2013年之前，多数都是那些发展了的国家，所谓即是包括英国啊、瑞典啊、澳洲啊那些。但是我们现在走出去，亦都有好多發展中嘅國家要求我哋去佢哋嗰度，即係起鐵路啊、營運啊咁。但係喺呢方面咧，小莉姐，我哋好小心，亦都要擔心到同政府嘅合作，好多好多因素。所以我哋唔係隨便會即係行入去有啲發展中嘅國家做我哋嘅鐵路或者甚至物業。對於一個上市公司來說，我們要把品牌輸出。嗯哼。能力输出，但是要风险可控。嗯哼，你觉得最大的风险会是在哪里？我们会怎么样去平衡风险和我们的海外的进取？我哋好多都要找个平衡点。譬如发展中嘅国家，特别头先你提到，譬如非洲国家啦，个政治风险好大。即系话，譬如我同一个政府倾紧一样嘢，吓，佢可以倾好耐，因为点解好官僚，咁阻住下我啲时间表，系嘛？就令到我整個利潤的計劃都可能打垮，對吧？另外呢，就是我們要啲財務上的風險，他有沒有錢呢？他有沒有錢的，沒錢那誰給錢呢？是吧？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的。那譬如國家企業，他有他的或者有政治任務就不同了，而且它还有国开行，有出口出口行，就进出口，系啦，出银行来做贷款，系啦。我哋咧作为一间上市公司就冇呢个优势，咁所以我哋更加要向我哋股东负责，所以有啲嘢我哋唔敢做。不过咁，我哋都尽量去揾啲途径，睇下有冇办法合作。即系譬如我都同亚投行有接触，
有冇辦法嚇、啊？有啲項目你哋可以俾保證我哋啊？如果可以，我哋可以做下嘢啦。咁即係呢啲，我哋會去繼續去探討，唔會咁容易放棄嘅。即、就、係、是、一句話就話，我哋唔做，唔會嘅。我哋會探討，但係咧探討之餘，我哋要好小心、好謹慎去做任何嘢。我知道你也為了把港鐵經驗帶出去，你也開始做一帶一路的推廣，當然是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不過你去了哈薩克斯坦，當時您在財經庫務署的時候都去過，還見到了老熟人。2006、2007左右，我就帶隊去哈薩克斯坦。當時去哈薩克斯坦其實就是希望他們的石油公司來香港上市。其中一個團友他是做股票的，他去到當地呢就認識了很多本地人，結果呢他今天成為哈薩克斯坦其中一屆大的銀行的主席兼行政總裁，是香港人來的，香港人來的。那麼去年我去哈薩克斯坦跟當時的財政司司長去訪問的時候，他做了東道主請我們吃飯，代表哈薩克斯坦銀行。他呢就成為一個地頭蟲，所以我們說咁點解我講呢個故仔呢？小麗姐即係話走出去係有成功嘅例子，問題係你自己落唔落個力落去？呢、這個朋友就落咗力落去，落咗力落去咧，佢喺當地打通個人脈，佢甚至係識講本地話，咁所以咧喺嗰度打出一個天下。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哋啲年輕人講。你不要只是说我不走出去，走出去有另外一个世界，现在世界是平的了，你应该是走出去，这样才可以闯一番天下。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2016年成立的港铁学院，在马时亨眼中就是一个风险既低又能推广港铁经验的最佳合作模式。这个呢就是当去年啊、就我们搞了一间叫港铁学院。港铁学院呢就是、除了训练我们自己人之外呢，一带一路的国家都可以派人来上我们的堂。咁啊梁特首都在2016的施政报告呢都提过这个学院。你做读懂的时候是不是就提出应该要做一个学院？很多世界有名的公司呢都有他们的大学，麦当劳大学、迪士尼大学、很多很有名的波音大学。那我当时呢就我还很记得在一个晚宴上提出的，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港铁没有一家学院啊？那当时大家就啊可以想想的。那跟着到我接任主席2016年的时候呢，我就跟特首说，無論在訓練我們自己人才，在、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這個都是重要的。你可不可以寫在你的施政報告那裡？那當時梁特首真的聽了我的意見，所以一月就、就是、在施政報告講了，那我們就全速進行，全速進行。結果呢在11月去年的11月呢就正式開幕。这个学院谁付钱？港铁，我们付钱。但还特首写下来还是很重要的，写到施政报告。为什么呢？既然是港铁付钱的。第一，因为这个对香港整体是重要的，这个不是只是港铁这么简单，而是对香港整个即系明星都重要的。第二，训练人才是重要的，对政府来讲，对一间公司来讲都是重要的。我亦都是曾经向特区政府要求，但是要求暂时未答应，就是希望呢特区政府给我们地，我们起一个学院。那、今年刚刚几个月前，我们就在、其实是十月而已，不是很久，我们在杭州签了个备忘录。在杭州我们会跟杭州这个、地铁呢成立一间杭州的港铁学院，
那個呢是50-50的合作，他們呢就給一塊地，我們就起一個學院。你幾快手喎、啊、是很快手。香港學院去年12月才成立，然後已經分院出來了。是 啊， 是啊，但是呢就、我很希望我的心願、啊、就是有一個我們港鐵學院的自己的大樓，那才是就是叫做始發這樣。如果土地的问题还是不解决，科技型的这种企业还是没有办法在香港落地。步步为营，一个不觉意就有人即系入到个位。当一河之隔的内地在创新科技的快车道上加速行进的时候，香港也面临着经济体系从服务型向智慧型升级的挑战。在香港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马时亨曾经忧虑地表示，香港失去工业非常可惜，如今的香港应该要学习瑞士模式，引入国外的高技术工业在香港设厂，发展更多的高增值产业。然而由于土地成本过高，早在4年前谷歌公司就宣布放弃其在香港的投资计划，转正台湾。而大疆的创始人汪涛在香港毕业之后，也因为拿地难而将公司设立到了深圳。如果土地的问题还是不解决，这种高端啊，就科技型的这种企业还是没有办法在香港落地、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提出瑞士的模式呢？其实就是因为瑞士大家都知道呢，其实跟香港是差不多，人口来讲它800万，但是他的人均收入很高，超过80,000美金。我们香港是30,000多，他其实有的东西跟我们香港有的东西很相似的。他有旅游，他没有我们那么多游客，我们得到国家支持还多的游客，全世界最多游客的城市就是香港。我们金融中心，其实他也是金融中心，他私人银行做得很好的，但他有几样东西我们香港呢冇嘅，佢嗰啲高端嘅工業，譬如大家耳熟能詳嘅手錶，佢仲有好多嘢你唔知嘅喎，譬如好似食品啊、藥廠，佢嘅科技，呢啲全部喺瑞士都有。咁我其實提出就只係希望咧，香港好似你頭先講大疆啊嗰啲，如果可以喺香港發展。我哋就會令到我哋嘅人才嚇嗰、那個訓練啊、發展啊，係好過今日好多。咁當然啦，就香港有我哋嘅問題，地嘅問題嚇、啊。但係咧，我覺得如果有啲新嘅思維咧，呢一方面唔係唔可以解決嘅，但係一定要衝破舊式嘅思維。咁但系呢一方面点样去冲出呢？就要靠我哋有智慧嘅官员啦。嗯，你也提到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位置绝对不能够丧失。我甚至最近也跟香港、新加坡的一些朋友聊，他们也想把人民币，虽然人民币的资金池香港最多，但他们特别想帮人民币的国际化在新加坡做一点事情，比如说能源的交易，人民币交易的交易所想要设在新加坡。像这样的创新的一些思维，新加坡一直在想办法，所以其实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还是有危机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位置是个个都想争的、啊、除了纽约，除了伦敦，现在理论上就是到香港，但是因为个个都想争，个个呢都寸土必争，香港日日都要抗衡这些竞争，也都要進步，但是呢真的要好要步步為營，因為呢很容易只是一個不覺意人家就有乘虛而入的了，就很容易呢將我們這個地位取代。新加坡是肯定是我們一個很強的競爭對手、在某些程度上我們已經輸了給人了，譬如好像外匯市場現在已經是在新加坡，不是在香港。咁金融嚟讲，即系人民币，我哋仲系有优势，国家嘅一部分，但系一定系唔可以失去。
马时亨担任过银行高管，又曾经是特区政府名望最高的局长之一。在不少的香港媒体的眼中，马时亨是一位擅长处理公关难题的拆弹专家。2015年，在接管了港铁之后，马时亨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亲民活动，成为了香港市民心目中港铁的代言人。去年我喺青衣站嗰阵时，同啲细佬哥一齐跳舞，娱乐下我哋啲市民咯。咁啊，派下礼物咯。今年迟少少就会出动噶啦。然而今天成功的马时亨，小的时候却成长于板屋中。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如果没有舅舅的接济，也难以完成学业，逐步晋升上流。马时亨的成长历程也被视作是香港狮子山精神的印证。您从板屋到莲珠屋，也是这样一步步香港的那种狮子山精神爬上去。现在的年轻人，香港的年轻人，我们是因为面对了教育的问题，还是竞争的问题，是不是还是环境的问题，他们的上升空间确实没有您那一代要多和好了呢？现在的年轻人呢，我觉得呢比我们那一代呢是聪明很多，亦都是社会的环境呢就对他们影响很大的。他们其实成长的过程呢，是可以说在某程度上比我们幸福。为什么香港今天年青人有很多问题，对社会不满，个拼搏精神可能低了，很多很多因素的。我毕业的时候是赚1600元一个月，当时的楼价是200元一尺，市区吃一餐饭在中环有鱼有肉是5元，吃一碟碟头饭是1元。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当年的最精英的大学生做 AO 是3000元入职，今日 AO 已經去到55000元啦，但係55000元都唔夠20倍，係咪？嗯。樓價升咗100倍，最少100倍，啱嘛？食飯最少升咗60倍、70倍。年青人佢哋感覺到向上流機會少咗，佢哋對社會嘅貧富懸殊唔開心係可以理解，所以咧喺佢嗰個所謂拼搏嗰方面，亦都有啲影響到佢哋。佢哋見唔到上流嘅機會，咁於是乎咧，佢哋咪唔拼啦，係嘛？拼搏精神冇我哋當年，可能冇我哋當年咁高。但係其實佢機會馬下手，我覺得咧，可能仲比我哋多，因為個範疇多，冇嗰種拼搏精神，就多咗去享樂，係嘛？我橫掂都拼搏冇用，我不如玩下啦。啊！我唔早錢買樓咯，我去日本行下啦，旅行下啦。所以呢啲都係社會問題之一嚟嘅。不過咧，即係我哋作為社會嘅一份子，我哋都要俾多啲機會佢，去令到佢哋覺得佢哋仲係有好多向上流嘅機會。譬如好似阿里巴巴都喺香港即係成立咗個基金去鼓勵啲年青人去創業啊咁樣。我覺得是好事嚟嘅。我成日講要有七有，第一係有品格，要有夢想，要有魄力，唔好做差不多先生，要有毅力，跌咗一定會跌嘅，起翻身再嚟過。要有呢一個承擔。而家好多年青人覺得我自己大曬，唔關事啊，又唔理屋企，又唔理社會。不理國家，這個不對。第六是要有獨立的思考和創新的思維。第七是要有國際的視野。如果你有這七樣東西，你在今天的數碼化的革命的時代，我們國家富強的時代，一定成功的機會率是會高過沒有七樣東西。唔该晒，多谢晒，小丽姐，我觉得你这个访问非常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啊，也可以讲一讲我们，很多观众对我们的这个公司不了解的地方啊，那么谈谈社会的问题啊，这个都是非常的好。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居然之家设计家》。